うわ、くちゃくちゃ反響あったよね。そうでか、これこれ騒音やん、やっぱ騒音やってこれ、ね。
张总共这样花多少钱？你说永聚吗？一千出头。一千 ，OK。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高端啦，干买个妈的什么竞速泳裤，直接一千多这样。还好了，完全看不懂哎、欸。啊，也没有游比较快啊。有差。真假？要确定啊。我买了之后，因为我常游，我买完之后游，超人直接觉得有差。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我最近买一只耳机，我等一下给你戴，等一下给你试。啊，不就灌 New Jeans？ 对啊，灌 New Jeans 边游边戴。啊，有灌 AI 统神的吗 ？AI 统神感觉没办法游得动、欸，超扯。这把多少？这把2万多。看，你也是真的是那个哎、欸，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。其实我有时候买东西，是我把它买起来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，假设某一天可以放在我的空间里面，都摆出来是不错的。哦。我会把它先收藏起来。了解。对啊，有时候是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那东西对你对你来说跟植物一样，就只是一个摆设的一个。陈列的一个东西，我不喜欢的东西。对对对。可我不会买吉他，我一定买贝斯放在家里。哦，因为你不弹吉他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觉得吉他跟贝斯我放着，我也觉得贝斯比较。